想一口给我吃啊！你要给我吃一口，你怎么又吃下去了？啊，不用整个拿出来，会黏黏的啦。他折一半给你，他折一半给你。哎呦，真的折一口。哎，你真的折一口，那你喂我吃好不好？动一下嘛，弟弟，站起来。他眼睛一直对我放。